盘点别人家有趣的媳妇。你回不回去？回去。走呀。买西瓜。不买。不。不买。我哭了。你哭。我打滚了。你打呀。买个西瓜嘛。买个西瓜嘛。你调个下午6:30到底干啥呀？到点跟你吵架。你昨天斗地主的时候为啥炸我呀？我太难了。我们家有个神奇的按钮，只要我一按，我男朋友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你是个傻子。你咋的呀？我妈结婚了。你还笑呢？新郎是你爸。替你开心。那咱俩不能搞对象了。那搞屁了，搞吧，都结婚了。起来。你在切什么呀王姐姐？切萝卜。这是萝卜吗？是萝卜。你有毛病呀，你当我不认识啊？我自己买的，我当真的是萝卜。好吧，接着看一下。来，你对我说一下。牛妈家庭，咱俩，你给我画这是啥呀？太磕碜了，一点也不像我。你撒谎！我多可爱呀！你这画是啥呀？金克斯的含义就是金克斯，规则是用来打。一闪一闪耀人命，我是一颗流星，手榴弹的流起飞呀。是什么让你在这么夜的天来爬古山呢？是爱吗？是责任吗？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自首呗，能怎么办？让你过冷战，还敢跟我冷战？你说你哄我一句不就好了吗？哄我一句不就好了吗？小气鬼，不要过就不过。咋了？我难受。你难受？我歇货呢，你跑我这里干嘛？我就是胃里有东西，我想吐，但我吐不出来。你吐不出来？吸取精华。你要我给你让让味儿，你过来。你让我看一眼行吗？吃点羊羊。别老吃上面的，下面还有好吃的。还有什么？你等会儿看吧。好吃吗？这个？哎，媳妇儿，别激动，笑到没声了。别激动。对，手机。快了。对啊。难怪没起来。我不要了，你在哪呀？还是拉不动啊？老师，开都开得起了。你下个压棍子你还中了。是不是啊？嗯。来。我给你拿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？你跟我说谢谢？王小扎，你变了，才三年 我们俩感情就淡了吗？你居然跟我说谢谢啊？谢谢怎么了？
不爱了是吧？没感觉了是吧？肥熊，肉肉，胖子，快递拿回来，你不知道拆开吗？好吗？好喜欢呀，讨厌。嗨。老虎，张飞，孙悟空，一点二。我没有快乐了。我喝奶奶半就没有快乐了。我点的是大杯的，你说就喝一个，我喝没这么多，那晚餐都没了。你再给我喝一口。我不给你喝了。